lies ahead.纯纯的啥乱东西，门也不让关，无敌了呀！那我出去了。 Halt, citizen. Submit to inspection. In the name of Lord Enver Gortash. 你存一下。 The parasite reels in your skull. Something within the steel watcher tugs. 我他妈一出门，我被逮捕了，我真是日了。为什么被逮捕了？不是逮捕，反正就，哎，就反正出来之后，突然有一钢铁卫士要检查我。 啊！我操，判20，那到底儿了呀！我操！你加底儿吧你。行行，你放。我加完了倒是。再存一下。啊，那完了，我他妈摇了个一，我真是日了。不是有激励吗？激吧。你再存一下呢。 赶紧别他妈和这个傻逼唧唧歪歪！哎呀，哥塔斯这屁东西真烦！我他妈下一次进城直接找那个地方给他拧上去！我17加3正好。A shiver runs across your mind. You feel sated. 这边看了。啊？ Please enjoy the city and remain vigilant. 什么东西？我说这里边这些东西你不看了？看不了一点啊！他妈疯狂给你，我发这几个逼人，他妈的直接给你干起来了都！我想回来调查调查钢铁卫士呢，最多人，白搭还不让调查错。 钢铁卫士可能只有砍爆的那种才能调查吧，真他妈顶，我去跑跑腿去，你看看有什么。你看有，哎他妈！我去，这里是不是有二楼啊？我操，我去二楼上看看了。 有，有个屁的二楼，这不是他妈的就是一个铁架子吗？哦，有楼梯，有楼梯。那控制杆也不让摸，我。 Not for communal use. 不让摸，算了，你弄吧，我出去。你进来吧。OK。佛道之口地下室这边有。我看见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潜行开门就没事儿。那边没事。 It seems that what the? 回头是岸？还打吗？我倒是无所谓。打呗。 回头是岸，回头是他妈，回头是岸。影星想办法动一动呗，我操，还是被他砍死了这边。我看一眼。
这样行吗？可以吗？这样？什么这样？啊，能进来。你不是说影星想办法动一动吗？我动了。我他妈吐了！我是我，哎呦，烦死了！还走人呢吗？还走人？我开门算个动作，卡拉克也没底儿。终极到底了。从头了一次怎么还他妈没中？这俩逼怪的位置，他妈的！我取消结束回合，需要我拉不开了呀，我已经让他顶死了。享受，打不到享受。想想咋办啊？做个不，链子断了是吗？链子早断了。那个打不到，没办法。没事没事，砍吧呢，砍。斩吧斩吧，该斩斩了。他妈的，咱直接长修了，长修。不能长修，咱他妈。咱得先办完那个什么逼任务，不然估计一天晚上杀完了，他妈再去巴尔那，他妈巴尔生神了，那个逼人说。啊？今天晚上就会杀完吗？那不好说呀，我是你他妈的。哎，那不好说的。不会吧？那总不能躲吧？我是你他妈的生了神，那咋办呢？我去过，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他们会杀啊？现在已经死了三兄弟了呀，我这已经死了三兄弟，谁死哪三个兄弟？那张纸上写的人哪儿？你先打你。那不是在咱来博德之前就已经死了？对呀，但问题是，
我主要怕什么？我主要怕这个逼东西跟那个什么任务一样，跟那个那个东西是叫什么呢？就那个那雷一样，你知道吧？那个那雷也是他妈的，咱修了两次，他就直接借了。我感觉是 bug， 我说实话，我感觉是 bug。不过算了，那就不长修。不，救人呗。他中间他有一次咱回去长修说急了，让咱去救他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还真不是 bug， 我操！哎，就可能我不是说吗？他是 bug。主要我看那个什么，谁嘞？活道之门自己发了个公告还是什么，鼓励玩家减少长修还是什么？因为他说长修会影响游戏进程。影响吧。啊，也就影响呗。哦呦。那我赢了，乌塞尔跟他同归于尽了，我操！又他妈打不到，我真服你那个把松鼠鱼拉不开是吧？拉不开。那是要爆了。你站着，你往里走走呗。你动不了了吗？哎，没劲。能不能重击一下啊？哎，他妈的，真的重击，重重的击打。算了，让他打我一下，让他打我一下。重重的击打在了我的。那样吧，我估计我到底儿了。十七，一点不多，一点不少。他不炸吗？你不炸吗，哥们儿？忘了。好棒！藏起来了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卡拉克，你看你那儿有吗？我这是没那个卷轴了，我有。有。哦，我有，我来吧。好。那短修啊，短没短修机会了。不是回营地没事吧？对吧？回营地总没事吧？回营地肯定没事啊，对吧？那回营地我用那个吟游诗人来给咱们唱一曲，相当于一次长修，没问题吧 ？OK。我操！那先在这看吧，先在这看吧。我操！这屌东西他妈的身上用地狱铁做的。哪个屌东西身上地狱铁做的？这两个屌东西。那牛逼了，有一个还用了精炼地狱铁，我操！那牛逼了，这里边也没啥呀，一个镀金箱子。不好说，我觉得这里边估计有哥塔斯希望控制一些东西的证据，有很多小袋子，小袋子里面是钱。真无聊。哎呀，四块钱，为了四块钱折了俩人。哦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玩呢？什么？哥塔石的证据？不是。啥东西？啊，就是那个真那个啥卵，准备写个报纸，屌也不干，就天天蹭蹭热点就完事了，狠狠的蹭，纯蹭子玩的。有史以来最可爱的猫咪，东西。
不是可以放入印刷机的文章区块。哦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印这个猫咪，而不是印我们自己。对的对的。行行行行行行，那我必须得好好的好好的印好好的印。但是还会印吗？他妈的那个主编都记了。主编记了不代表博德之嘴记了呀。嗯，那我们要不要让博德之嘴也记了吗？明日公报的适应版。红色墨水标注。哦，公共危机。痛斥。痛斥。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不是这个房间为什么一副？这个屋里有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哥塔斯给那个他给哥塔斯写的信，你直接最新看吧。我想知道那个印刷机在哪儿。在楼上吧。楼上吗？在这儿。就在这儿。官方打印。那我印那个猫咪了。笑了。哦，后任大公爵，南瓜寺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看看。看见了。优先级核查。啊，说白了，不就是在里边狠狠的搞？搞他妈的多柴嘛，你他妈顶级。哎呀。把他砸了不完了，哎。这我说个不好听的，这要搁到神界原罪里直接就进来给他砸了，操。哎，看来神界原罪不按规则才是真正的混沌恶，我子。确实。直接进来，直接他妈的什么勾巴机甲，什么勾巴人，勾巴什么面板，全给你砸了我。嗯。阅读。嗯。行，我把这个打印手菜毛走了，以后谁也不准用了。哇，我他妈捡书捡的他妈的那个。猫咪，提问。提问。哎。怎么了？编辑还有明天吗？编辑没了，选择新编辑呗。你被解雇了。哦，还把福斯女士给举报了啊！挺好，那你无敌了。披着羊皮的狼，什么东西？这批巧对你口诛笔伐啊！那我得毛走了，放你给了钱。这几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印一个引起争议的，印一个直接辱骂你的，印一个那种就是估计是可能给你洗一洗的。哦，所以说哦，就是哎，还能印帮我洗了吗？我看着好像是有，我手里还有两卷公共危机，就可能是洗一洗。公共危机想的是写的是什么？他可能也是辱骂的吧，估计。
我看了好像也是辱骂的，对你口诛笔伐，对你口诛笔伐，这都一样，那只能引猫咪，那还是引猫咪吧，还是猫咪好，没有洗了呀，妈的，没有人帮我们洗，我只是看着屌东西，他妈的就是那种啊，有一半儿啊那种啊意思在里了，但是感觉好像白搭啊，没人洗，没有人帮我们洗，难过。给自己的笔记。我回营地了，直接。嗯 ，OK。啊，隐星先让他。I'd love to, thanks.哎，影星这个发型换了，直接在这个头像上。对的。哎，他妈的，直接进来一把火都他妈给他烧了。啊，我的英雄诗人呢？啊，哥们儿。躺在地上，用你不屑的眼神望着远方。黄金矮人，你是我最骄傲的信仰。这个区域无法快速旅行，那你怎么回去的？我操！我在那个地方回去的，那个地方能快速旅行。哪个？就是那个咱捡猫咪的那个地方，最可爱的猫咪的那个地方。我可以快速旅行。哦，这里看，这个墙后边有个控制杆，从哪儿拉的 ？On it.重获新生，仿佛进行了一次短休。哦，原来是短休，不是长休。操，短休也行吧。对，稍等，兄弟，回去。你。要是 OK， 你要是觉得影星哦，都不回法术位是吧？不回。你那个短修的能回法术位吗？如果短修的能的话，我就把那个谁拉下去，把那个卡拉克拉下去。卡拉克回不了，就你那个能回血，就你那个回法术位的法术也是那个什么的是吧？对，你过来吧，短修一次。真扎眼睛。坏了，他妈的影星没受影响啊，受影响。然后我想想怎么办、啊？洛杉矶且在身上。真好听。你还不如给他妈那个谁上的，给卡拉克上的，卡拉克戴那个回血戒指了。这样，乌斯尔，他妈给你上没用啊！
走吧。啊，等会儿，等，走不了，走不了一点儿，兄弟。走不了一点儿，我的兄弟呀、啊，我的兄弟。咋了？还得从上一面吧？哦，知道了。上一边啊，不然咋办？那我站上一边。你先站位去吧，你先站位，我得给他回血了。OK， 啊，你要不把我那个东西给他，把我那个项链，不用，他自己带。十一级，弯曲的智力投胎，这个东西没有放下。屌的，牛逼，这技能牛逼，我操！待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说这技能牛逼。这个六环的法术在哪儿呢 ？OK。我操，这是个什么逼东西啊？你看看状态。直接长修了是吗？没有啊，只是免疫疾病中毒恐慌，感知后的优势，生命上限加十二。牛的。然后再来个支援术。哇操！那为什么这个勾巴卡拉克他妈的不回来气点儿呢？哦，他出哦短休时没事。怎么说、啊，兄弟？这一套我感觉还行吧。这一套可太行了，兄弟！我操了！咱们这四个 buff 往身上一叠，我操，还可以啊。牛的。行了，哥们儿，你回营地吧。宴会补给，哦，这宴会补给还会，我操！怎么了？你看，宴会补给还能白嫖那个什么，白嫖补给那个。牛的，给个补给袋吗？直接？也没有，就是给一些东西，给一些吃的喝的。那牛的，土包肉啊，炒饭啊，披萨、啊，太阳瓜之类的一些东西。牛的！我说我怎么突然身上多了那么些吃的？我操！126滴血，守护之链，全抗性。咱们现在应该是所有都拥有抗性，对。唉，还行啊，还行。那确实还行。虽然没有法术位了，但我感觉咱们这个状态还应该是能打吧。你只要不去作，我觉得不去找那种特别大的事应该乱杀吧。那经典问题，你看看乌斯尔手里这把剑是吧，我觉得其他应该没人能撑过几盒、啊、我的评价是113的血，有毒饭堡加了12，支援术加了20，所以说如果不加这些的话，咱现在100血都不到其实。嗯，乌斯尔是94复活之后。还加了 AC, 一人加一点 AC, 真的牛逼，真的牛。哎，隐形雷怎么变？
影星身上怎么没上守护之链啊？那我怎么到啊？你点了三下不就？哎呀，我你稍微等一会儿，我再把它跳开。我啥也没干，我在这整理包背包呢。哦，我跟影星说的。嗯。你这怎么漏了一个呀，哥呀？这不行啊，你不能漏一个呀。他这个逼九族范博给一套的，我是。哎，塞伦涅的雕像没用了，本来想他妈在沙尔神殿里整蛊呢，我操！我操！神圣干预，在最需要的时候召唤你的神明，一旦出手干涉，你的神明永远不会这样做了。这种能力在施法者的冒险过程中只能使用一次。什么东西？这个牧师身上带了个神圣干预。牛的，我操！行。就这意思吧，他自己167的血应该够扛了，167的血应该够。他信什么呢？洛山达吗？我操，167，我操，梆硬，打起来！哎，我说个不好听的，现在什么巴尔和那个谁班一块，他俩一块的也不能灌死咱几个，操！哎。行，走。直接是直接离开营地，还是直接传施瓦西之门？你存一下，存个档。离开营地吧。我可以存个档，存个档。开始，存个档。其实我也不想长修，我长修的话，身上这个极乐就没了。你那个极乐不是那个什么给的吗？不是你之前拿的东西给的吗？不是，极乐是那个。那个水精灵水妖精，哦，水妖精给的奇迹之听对机器人不予置评。哦，你看他把仪式谋杀这个事也给摁下来了，不是这个他到底想干嘛呀？他纯畜生。我感觉是主播就纯畜生啊，不是主播，不是为什么要骂主播？主播找你惹你？主编，哎，说错了，兄弟，哎，你他妈的，哎，这怎么攻击性突然就上来了？我真是他妈！主编纯畜生，哎，你说错了，兄弟，哎呀，我去接个水去，我操！哎，只能说偷偷的表达了一些内心的想法。口误，兄弟，口误，纯口误，兄弟，我操你！哎。